过，谢谢你们给我勇气，让我拥有在这边为你们表演。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今天我在这边表演，记得前面这句话，不要友情追求第一所爱，都是为自己事，老师学生上班族画家舞蹈乐家行业也请记得，不要友情追求第一所爱东西，如果你们觉得我没有很有意思的话，对，请教。